今日咱来讲看卖用这种的是啥物？大家好，欢迎恁来吉田学堂，这会教恁真侪建设的知识。啥物是用这种的呢？譬如讲，政府为着要鼓励阿明甲胖店合作，做搁较侪好食的胖，伊会提供搁较侪面粉给阿明甲胖店。这个补助会照阿明有诶面粉量照比例补助。土地嘛是同款，譬如讲，目前上侪人申请的围老建筑，予100平住山土地用这种的，上悬是90平；那是杜更100平住山土地用这种的，上悬是112.5平哦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咱后回再相会。